你穿黄色的呢？啊？啊，你会不会唱对对对？啊，你没麦克风哦，你要去那躲起来好不好？很好，我站来下面哦，你们介意吗？但是，我其实是想要跟你们拍照的啦，但是我觉得这样应该后面看不到。哎，阿彪，跟我快点哇！我给他请你十公分呐、啊，关大哎，好吧，那麻烦老师喽。哎、啊，那个麦克风啊，给恁唱的时候，恁会晓唱啦吼？会晓不？会吼。会唱细声，不爱唱这边。我来开玩笑。哎、啊，那个前面我先唱啊，中间交给你们大家好不好？哎、啊，你会唱是不是？很想唱哦，有多麦克风吗？有是不是？啊，大哥好。那我先唱前面，然后副歌你来对好不好？来，麦克风借一下。那个美丽的小姐，你是假的吗？拿到麦克风就要来站前面的，麦克风有那么好拿的吗？你以为嘞？啊，对对对，来，今天两个美女一起对，来，老师麻烦你对对对，你不要一直看我，你要看观众嘛哈，没有啦，跟你开玩笑，对，我就是给你听听说，我就给你开。
手拢袂烧声，那烧一张的。双手搁袂烧声。无。来，现在没有再给黄飞，掌声加尖叫。哦，那我做你的粉丝真忝。那我是讲手，迄、那个 CD 里版本袂烧声。哎呀，我是讲、哦、你是讲 CD 里版本袂烧，好听啦，好不好听？谢谢。哎、欸，访问黄飞，哪有人在说好不好听这样子？嗯。哪有？有啊，因为黄飞自从哈有了孩子，我好久没有看到了、啊。真的吗？再给他掌声鼓励一下。谢谢。哇，在家里相夫教子，对不对？没囡仔没安仔。你是美音啊，没昂塞哦。美音啊，没昂塞。我是美音啊，我是美音啊，是美音啊，骂孩子啦。哦，美音啊，不是美啦。我就是美的，我你都我家不是美景观，你家里还开始。我才一周年啊，美美，我都无啊。哎、欸，安尼哦。你啊，公司顶差不多一千组、一百组，那边拢嘛。啊无，安尼啦，足久无看到你啊，很久没看到你。对。有没有什么新的计划？有新的计划？新的计划、哦？什么？演布袋戏有，不可能。演布袋戏啊？对。嗯。我其实去年啊，有配唱一个那个电影配乐。电影配乐。快上了哦。快上。快上了、哦。什么时候快要上映？应该我知道8月13在高雄。8月13只是要不要去看？阿飞，我帮你要求一下，指挥官不要玩手机哦，黄飞的电影到你们那边播放好吗？没有，他可能是在拍我。不是啦，指挥官是后勤训练中心，咱家附近啊，伊是指挥官，弄军区军衙呢。安尼是哦。啊，军爷，那我哪袂得去唱一个哈？我就想要唱军爷。你讲的啦，我帮你问。指挥官，黄飞可以去唱吗？对啊。OK， 明年几月？谢谢。明年几月？随便，你想几月去就去。安尼，因兜无啥物稀奇，有钱的摊一边，看来看去也是伫遮的人看较介意。来，掌声鼓励，看到太好笑嘛！啊，不过我有一个问题，好吗？啥物问题？美囡仔、美翁、美了后，啊，敢要甲你教因唱歌啊？会跟小孩子一起出唱片吗？会，不会啊？不会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觉得他们唱的比较好听，所以我不要让他们唱。你是算家里面唱最差的哦。欸，我刚刚忘记考场了来哈，我唱歌上歹听的。干妹，黄飞唱歌不好听吗？大家都大家拢讲好听、啊。哎、欸，你不会听就搞笑诶。无啦，开玩笑啦。无啦，家己歌较袂出，唱出的。因为拢无来啊，哈。无来，我见吼。所以很重要就是，年八月份有个电影要上映。对。啊、还有没有出唱片的计划？好像没有人要听啦、啊。有没有要听啦、啊？有人要听无啦？那有人要听无啦？那赶快去我的那。有因为谈无？谈。这边要讲客家话。好。你要谈无？你跟我讲。哦，我袂晓，我讲吹一个啦，跟你讲。区长前上台，区长，固定，好不好？区长，区长简单，哎，区长，我好不容易安排这样的机会，没有教我，教我几句话，指挥官都没有，哎，区长好，区长教大家，不然你教我一下，那个我是黄飞，不要乱开玩笑，哎我，哎黄飞怎么讲？我再帮你找一个正经文主秘先过来一下。主秘，这个区长指派你啊？谁？高雄县的，高雄关的李队哈。高雄关的李队，进来哦，无外面的隔体被拍照哦。黄飞，啊，等一下啦，区长的意思是说，我们这边哦，很重要的一个仪式就是要继续明年要在这边唱的哦，一定要跟区长合照。啊，指挥官，请你上台来。因为你明年要进军营上课，对啊，我们有拍照认证，就表示一定要来，就要留作证据的呢。这、啊、主办单位都听到了，来，先合照一张，我又帮你塑造起来。你要站右边呐、啊，哦，今天忙，没呐，这样才有平衡呐、啊。啊，黄飞唱歌好不好听？啊，好听不？有好听吗？买 CD， 好会做哦！好好好，谢谢区长，谢谢你，指挥官，你又跟人家合照了。对啊，谢谢你啊！我希望你一直都要、那个、不要忘记啊、哦、哈！啊，谢谢。随时呢？我跟你讲，刚刚秀兰玛雅都没说随时，真正的哦。因为、啊、秀兰玛雅不在。走了，还可以讲。他没有说随时，只有你有。哦，真的好。那你问 every day 啦。好了，卖个欧美够吗？
重点就是，其实我们看一下我们凭证这个地方有没有真的很，我感觉我头拄仔了后，大家要看到头前的时阵，我就听恁因咧表演的时阵，大家拢做热情的。对啊。其实你们在台下热情，我们台上表演的人都很开心。对啊，我看你了后边加点钱啊。无那有，我袂讲，你无了解我，我加点钱。不是啦，我爱表演耍开价。好啦，无想到是爱大家听你唱。好啊。啊，耍来要唱唱啥物？带来我叮当的作品。啊，家己写的吗？无啦。哦，我今日凊彩来做，反正你唱得好听。我唔好遮搞啊，我都搞唱，我唔好讲写死写。好啦，接着下来还是我们黄飞的歌曲，来现场没有？掌声加尖叫，欢迎黄飞！带来我的歌曲，那个老师，把门啊，把我亲亲。那、啊、你们会唱吗？还是第一次听？哦，没有，先听一条。
一起来宾。